好优秀。这个面包真的贼好吃，看到了吗？都反馈好吃。刚才那个是加热，这个没有加热，不加热也巨软啊！刚才那个是加热的啊，一点都不腻。吃麻薯必须要喝水，不然这发挥太差劲了。哇，这个蛋黄呢，超好吃，香香肥肉松棒，这个好香，姐妹们，超级香。果然我还是最喜欢厚皮卷系列的，哇，辣肉松，
这个也好吃，油一点不少，但是它吃起来口感会更清爽一些。口味会清淡一些，不能说清爽一些。因为肉松多，所以说麻薯也多，它里面柴油量反正不低。这个好好吃，上回吃过一次这个，加点甜点还是哪天？如果大盒子里的麻薯会多，又软又糯又叽叽。啊，哇！好开心。